来看最近哦，雨水较高，早起八点外，嘉义166管道73公里的所在崩山哦，对边将翕出来画面看起来是真恐怖，石头啊、甘梅山往水里路段拢塌掉的。第二波点外已经恢复通车了，也唔过哦，嘛是该注意会有石头啊流落来。在3、4月间，我们已经在进行整个灾救工程，那也刚好遇到这个地震的状况，造成边坡的一些混凝土有一些裂化的情形，那又遇到最近的下雨，造成整个这个边坡再度的崩塌，属于一个灾情的扩大现象。嘉义县建设处指出，讲这路段伫去年9月份落大水后，目前嘛在进行山壁维护工程，早起又搁放弃哦，目前嘛已经畅通了。另外，玉山主峰的步道4.9公里的所在嘛崩山。步道大约20公尺长哦，拢是土石啊，是无法度通行。目前是暂停开放，要看抢修的状况，再过来决定讲要开放的时间。